发掘个体经济力量，引领未来决策者。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台北商业大学国际商务系庄家章老师，很高兴我们今天要上的是第五个讲次《消费者均衡》，内容包括摘要无差异曲线的切线斜率、消费者均衡、所得效果、所得消费曲线和恩格尔曲线，以及第四节替代效果、第五节价格效果、价格消费曲线和需求曲线。首先我们来看摘要的部分，本讲次将探讨如何运用效用极大化的边际决策条件，在客观的预算限制之下，透过动态的调整过程，适当的预算配置来完成效用极大化的决策过程，并且介绍完全替代的商品以及完全互补的商品在消费者均衡的调整过程。同时我们要讨论商品价格变化所带来的价格效果，其中价格效果又分成所得效果和替代效果，而基于史拉斯基和席克斯所各自发展出来实质所得不变的定义，相对应的替代效果和所得效果也不相同。在后续的分析当中，我们将介绍所得消费曲线和恩格尔曲线、价格消费曲线和需求曲线。好，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在第一节我们要介绍的是无异曲线的切线斜率。在产品可以无限制细分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观察到某甲的这个效用函数 U 括号 XY 在同一条无异曲线上面向4/5，4/5所代表的就是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比值，这两种边际效用比值就是无差异曲线上面的斜率绝对值加上一个负的符号，因为它是一条负斜率。那么由于这两种商品我们都假设它是喜好品，所以边际效用都是一个正的正数，它的比值当然也是正数，但是因为无异曲线它是负斜率，就是我们在第四个讲次最后一个图形所代表的第三象限是负斜率，所以要加一个负号。那么在这里我们假设一个 Cobb-Douglas 的效用函数 xα 次方跟乘以 y 的 β 次方，这个 α 跟 β 都是偏好全数，在为了简化起见，我们把 α 跟 β 都设定为1，像4/5所表示。那么4/5呢，它的设定完全符合无差异的特性，包括负斜率凸面向沿点不相交，右上方的无异曲线代表比较高的效用等等这些特性。那么在这个函数情况下，我们来看一条特定的无异曲线UXY 等于 X 乘以 Y 等于420单位的函数。那么在这个函数里面，我们就可以把它画在图5之1。图5之1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曲线跟一条直线，那么这条曲线呢就代表的是 XY 等于420的效用函数，那么它的效用值就是420单位。那么这条直线呢所代表的是在这条无异曲线上面的 B 点，它的坐标是42跟10，在这一点上面的切线斜率。那么这个条切线斜率呢，我们就可以用刚才那个4/5来表示。那么这个就是无差异曲线的切线斜率。那无差异曲线的切线斜率呢，就是用可以把它想成是消费者主观上 X 商品跟 Y 商品的替换率跟市场客观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节消费者均衡。我们已经在第二个讲次的第二节所介绍的商品交换条件是
柴货的价格比，也就是 PX 除以 PY。 同时从上一节的讨论，我们也了解到无差异曲线切线斜率值的绝对值就是边际替代率，那么也就是消费者主观上愿意交换的比例，也就是消费者他的边际效用比的比值。当消费者主观的交换比例等于市场上客观的交换条件时，就可以达成消费者的均衡，也就是 MRS 等于 MUX 除以 MUY 等于 Delta Y 除以 Delta X 等于 PX 除以 PY， 这个条件就是边际均衡的条件。那么在这个条件之下，我们就可以达成一个消费者的均衡消费行为，像图五之二，在这个图上面，在图五之二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三条无意曲线 U、U1 跟 U double plan。 这三条无意曲线上面 有三条直线，我们的预算线呢是 FG 这条直线，这条 FG 的直线呢，它跟 U plan 相切于一点，这个一点它的坐标是42跟10，代表这个是消费者的最适消费组合点。那么另外有两个点 H 点跟 I 点，我们来看这两个点它是代表什么意思。在 H 上面，它的消费者主观上愿意交换的比例跟客观上的价格比并不相同，我们可以看到主观上它的斜率是比较陡直的，客观上是比较平缓的，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均衡的消费组合点。我们在这个 H 上面的消费一直会往 E 这个均衡点来移动，同样的在 I 点也是一样，主观的这个边际效用比值跟客观的价格比并不相同，因此 H 跟 I 这两个都不是均衡点，最后的均衡点会出现在 E 点。那么从消费组合点 H 跟 I 的移动方向，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个客观上市场的兑换比例 PX 除以 PY 和消费者主观上愿意兑换的这个边际替代比例 MUX 除以 MUY 不相等的时候，消费者就存在调整的动机，唯有两者相等的时候才能达到消费者均衡，像四五至四这个表示方式 MUX 除以 MUY 等于 PX 除以 PY。 接下来我们来看四五至四表示的就是预算限制式的斜率绝对值跟无意曲线的切线斜率绝对值相等，才能达到消费者均衡。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第三讲次里面所代表的最后一单位的相交的美元边际效用，必须等于花用在最后一单位巴勒的美元边际效用。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达成消费者效用的极大化。这表示无论是技术效用分析法或是叙述效用分析法，它的均衡条件都是一样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无差异曲线 U double plan 它已经超出预算空间的三角形 FOG， 受制于客观的限制，在没有借贷的情况之下呢，是没有办法达成的消费组合点。所以在图五之二的客观条件 10X 加上 42Y 等于840的限制之下，如果母角的效用函数是 UXY 等于 X 乘以 Y， 那么效用极大的消费组合点是42单位的相交以及10单位的巴勒。以下我们将继续介绍另外两种无差异曲线的消费者均衡，分别是完全替代品跟完全互补品。首先我们来看完全替代品。完全替代品我们在第四讲次里面介绍，完全替代品是两种商品之间是可以完全替代的，消费者并不在乎
香蕉或是芭乐的数量哪一个比较多，他只在乎的是总和的数量的多寡。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无差曲线呢，它的边际替代率是固定的，所以它的无差曲线并没有凸面向原点，而是一条直线，斜率的直线，像这个图五之三所示的，像这个虚线。那么在这个虚线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 U1 跟 U double prime 这三条就代表完全替代商品的无差异曲线。在这三条无差异曲线下， U double prime 它已经超出了预算空间，所以它并没有办法达成消费。那 U 呢，它是皎洁， U prime 也是出现一个皎洁，但是 U 跟 U prime 的效用来比的话，应该是 U prime 的效用水准比较高。那么在消费者效用极大化的假设之下，前提假设之下，消费者应该会选择 U1 的效用水准，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会把他的所得用来全部用来购买香蕉，而不是芭乐。芭乐的消费数量是等于零。好，这个就是一个完全替代商品的情况。那以举例来讲，譬如说某甲，他认定两单位的香蕉和三单位的芭乐是完全替代的商品，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效用函数 αx 加 βy 等于 3x 加 2y 来代表它的效用函数。那么这个某甲主观上愿意固定用 α 除以 β 等于2/3，也就是 1.5 单位的芭乐来换取一单位的香蕉。如果市场上香蕉和芭乐的价格分别是2块钱跟3块钱，则市场上为了获得一单位的香蕉，必须付出0.67单位的芭乐。因此，某甲主观上为了获得一单位的香蕉，愿意放弃的市场比市场上放弃的芭乐还要多。他的意思就是，贝塔分之阿尔法等于 1.5， 超过 px 除以 py 等于 0.67。这个时候呢，某甲将会把所有的所得用来购买香蕉。如果进一步假设这个某甲的预算呢是60元，那么某甲的预算限制是就会变成 2x 加 3y 等于60，而最适的消费组合点呢就会变成 B star。那这个 B star 呢所代表坐标是30跟0，就代表这个消费者他只消费香蕉而不消费芭乐，如图五之四这个图形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好，那介绍完这个完全替代商品后，我们继续来看完全互补品。好，就是说这两种商品呢，它必须同时一起消费，不能取代。那么它的效用函数呢，就是我们在第四个讲次所介绍的 U 等于 minima 括号 αx 加 βy， 而无异曲线呢，像图五之五的 L 型这个虚线所示。那么至于从原点出发的射线 αx 等于 βy 呢，它可以用来描述消费者他们在享用这两种互补的商品的消费习性。那么预算限制是呢，用 px 乘以 x 加上 py 乘以 y 等于 m 来表示，如线段 AB 所示，则这个时候消费者均衡我们就可以透过联立方程组5-6来获得。那联立方程组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联立方程组解出最适的消费组合点，像4-5-7所示。那么图形呢可以用图5-5来表示。所以在完全互补的效用水准之下，出现的这个均衡点通常会在这个 L 型的转角的这个点上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某甲他在喝美酒的时候一定要加入咖啡，而且他调制的比例呢一定是2罐美酒加3杯咖啡。这个时候某甲的效用函数
就可以用 minima 括号二分之 x 三分之 y 来表示。那么图形呢，就可以用图五至六这个 L 型的虚线 D E star C 来表示。那么从原点出发的射线是二分之 x 等于三分之 y， 可以用来描述某甲在享用这两种互补的消费品的时候，它的消费扩张形态。那么我们进一步假设美酒跟咖啡的价格分别是两块钱跟三块钱，所得水准是130元，则某甲的预算限制是2x 加 3y 等于130，像图五至六的实线 AB 所示。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四五至七来解得某甲的最适消费组合点是20、30，也就是说这个某甲呢，他会消费20罐美酒以及30杯咖啡，像这个图五至六所表现的。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第三节所得效果、所得消费曲线跟恩格尔曲线。在所得效果上面是指的是产品的价格不变，但是所得发生改变的时候，消费数量的变化情形，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三种情形来讨论，分别是正常品、中性品还有劣等品。其中正常品代表所得水准提高、消费数量会增加的商品，中性才它是代表它的消费数量呢不会受到所得变化的影响而改变，而劣等才呢是表示所这个商品的消费数量会随着所得增加而减少。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种商品呢，譬如说一般我们在地摊上这个早期这个所得水准较低的这种仿冒品，在现在来讲看起来它就是一种劣等的商品，当我们的所得水准提高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仿冒品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少，大部分的商品都属于正常品，就是消费数量会随着所得增加而增加。那有少部分是中性材，就是不会随着所得变化而发生改变。所得效果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所得效果就是说在价格水准不变的情况之下，所得发生改变造成消费数量的改变。在图五至七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我们的所得从420元变成840元的时候，这个香蕉跟芭乐的价格都维持在5块钱跟42块钱，没有发生改变，唯一改变的是所得水准。这个时候呢，这个某甲的消费数量在香蕉而言，它是由42单位增加到84单位；在芭乐的消费数量上面，它是由5单位增加到10单位。它的均衡点就是一点移动到 F 点。那我们如果把一跟 F 连接起来，就会变成一条所得消费线，如这个射线 OG 所示。好，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所得跟消费数量的关系用一条线来表现。这条线呢，因为是这个德国统计学家叫恩格尔他所设计的，因此我们叫做恩格尔曲线。这条曲线呢，它的纵坐标是所得水准，横坐标是消费数量。我们来看图五至八，在图五至八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香蕉在所得水准是420的情况之下，消费的数量是42；在所得水准是840的情况下，消费数量是84。我们把这两点连接起来，这条线我们就称之为恩格尔曲线。那么从这个恩格尔曲线，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来计算所得弹性。未来我们就会介绍弹性的时候，就可以用这条线来呈现。接下来我们来看是中立品的情况。中立品呢是代表说所得水准提高，但是消费数量不变，像图五至九这个情形。这个情形我们可以看到所得水准呢增加，从这个 AB
增加到 CD 再增加到 EF 的时候，这个芭乐的消费数量它是在增加，所以芭乐在这个情况下它是一个正常品。但是香蕉呢，它的消费数量都维持在五单位，所以这表示香蕉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中立品，不会随着所得水准提高来增加消费数量。最后一个是劣等品，劣等品它所代表的意思是说所得水准提高但是消费数量减少。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条所得消费曲线呈现一条负斜率，在图五之十当中，香蕉代表的就是一种劣等的商品，在所得水准从70增加到，对，从这个预算限制性 AB 增加到 CD 再增加到 EF 的时候，这个香蕉的消费数量从11减少到 10.5 再减少到10，所表现的就是所得水准提高，消费数量减少。而芭乐呢，仍然是一个喜好品，也是一个正常品，它的消费数量随着所得水准的提高而增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所画出来的所得消费线，它是一条负斜率的。接下来第四节替代效果，我们在第三节所介绍的是价格不变但是所得水准发生改变的所得效果。我们这一节是要介绍的是这个芭乐的价格跟实质所得不变但是香蕉的价格发生改变所带来的替代效果。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实质所得不变。实质所得不变呢，有两个学者各自定义出不同的定义，其中之一是史拉斯基他所定义的实质所得不变。在他的定义之下，所谓的实质所得不变呢，是代表是说用新的价格可以购买旧的消费数量，透过这个旧的消费组合点画一条新的价格线，在这个新的价格线上面找一条新的效用水准无意曲线，然后来观察这个消费组合点跟旧的消费组合点它们的差异。这个差异呢，我们就叫做替代效果。这是史拉斯基所介绍的所定义的实质所得不变。那么在席克斯所定义的实质所得不变呢，它是代表用新的价格仍然可以维持原来的效用水准，叫做实质所得不变。所以在这两种不同的定义之下，在这两种实质所得定义不同的情况之下，所定义出来的所得效果跟替代效果会有不同，但是他们整合的价格效果是一样的。好，那么我们介绍完这个替代效果跟所得效果以后，我们就可以继续来看这两种效果加总以后的价格效果。那么为了便于比较席克斯跟史拉斯基所定义的实质所得不变，我们把上面这个图五之十一跟图五之十二把它合并在一起，像图五之十三这样子。那么在图五之十三当中，这些图形线条就显得比较凌乱。那同学如果觉得不太容易了解，再先回顾一下图五之十一跟五之十二，然后就可以得到五之十三。那五之十三它有一个好的动机，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同时比较这两种实质所得不变定义之下的替代效果跟所得效果，那可以很清楚的呈现出来。譬如说在五之十三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史拉斯基所定义的替代效果是从 A 点21单位增加到 52.5 单位，然后所得效果是从 52.5 单位增加到84单位。那席克斯所定义的替代效果是从21单位增加到42单位，所得效果是从42单位增加到84单位。虽然他们所定义的这个价格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所切割出来的替代效果和所得效果并不相同。
那么在图五至十三当中，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不同的均衡的消费组合点，把这个价格消费线把它定义出来。譬如说 ，AL 线它是一条水平线，它这个水平线呢，代表当香蕉的价格下降的时候，那么香蕉的消费数量从21单位增加到84单位，但是芭乐的消费数量并没有改变，都维持在10单位。这表示在这个图形上面，这个香蕉跟芭乐它们的交叉弹性是等于零，也就是说这个香蕉的价格改变并不会影响到芭乐的消费数量。那么在新的预算限制线 EK 这条线上面，它有不同的消费点，那么不同的消费点呢，就可以代表不同的经济意涵。例如说，如果是从原来的消费组合点 A 点变成新的组合点 A Plan 点，那就是代表这个香蕉呢，它不会受到价格的改变而改变消费的数量，但是呢，芭乐它会增加它的消费数量。那如果是变成到这个 M 点，那就代表香蕉是一个劣等的商品，就是说价格下降，但是消费数量减少。那么这个是违反需求法则的一种现象。好，接下来呢，第五节要介绍的是价格效果、价格消费曲线和需求曲线。在图五至十三当中的原始的这个消费均衡点 A 括号21-10移到新的均衡点84-10，显示呢香蕉的这个价格效果是63单位。如果将价格的变化放在纵轴，消费均衡点放在横轴，我们就可以获得一条需求曲线，像图五至十四的 AD 这条线所示。那 AB Plan 呢，也是一种符合需求法则的需求线，只有 AM 跟 AB、AD 跟 AB Plan 它的差别在于 AM 呢，它是一条正斜率的线，这条正斜率的线所代表意思是说，价格越高，需求的数量越多，那么这是违反需求法则的。我们知道需求法则所代表的是价量之间的反向关系，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少；价格越低，需求量越大。但是这个 AM 这条线呢，它是一条正斜率的线，它所要传达的意思是说，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大；价格越低，需求量越少。这个呢，是由我们英国的经济学家 Given 他所发现的一种商品。他发现这种商品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违反需求法则。当这个价格越高的时候啊，需求量反而越大。这是出现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一种马铃薯的特性。那么这种商品呢的价格上升，使家庭的所得水准下降，因此啊，就只能消费这个马铃薯，所以消费的数量会增加。相反的，它的价格下降的时候，需求数量反而会减少。以上是我们第五个讲次所介绍的内容，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